为去伤过善良啊啦，甲现实所有百姓拢同款。当然看到乞丐伫咧涂骹找，涂骹爬，恁就拢会同情心，摕一个分伊。其实你毋知影伊私底下到底是装啥物心啦、啊。去到阮家，如果伊若真正要甲阮分，啊分着伊就走就好啊嘛。伊毋信的，我着对我念咧龙头龙尾，去甲伊牵手。你想，这有啥物通误会啊？对吼、哦，你安尼讲够有影呢。伊拄只甲我提钱的时阵啊，你手拢伫安尼甲我牵条条。对啊。哎呦，啊毋着拄只，是我对你误会啊。当然啊，你看韩国遐所有经理老大，哦，你看呢，长腿短裙客咧，怎尼啊生气，拢是因为伊啊，拢人欺骗人的钱，所以啊，人来驾驶，那是应该。这种人吼、哦，无驾驶就袂乖啊。有影，这种人就无应该。欺骗咱这善良的百姓，啊哪里是？小妹啦，对啦，我拄只甲你哦，太相似啦。我嘛知影你心地善良啊，你嘛了解我的个性。我若生气，你着我的原因呢？我哪有可能乌白发性地啊？为着我老娘，我当然气袂过啊。尤其我将你当作是我日后永远要斗阵的人，我哪有可能别个查甫人对你乌白来？你拢嘛贪水薄气，你即马你咧讲，你看。咱两个已经这么多年的感情啊，你自头到尾拢无表示，你哪拢无想讲，我嘛已经离别恋恋。我知呀，但是你爱想过，我是个查甫人，咱伫咧讲台边靠台声，只有小张靠后背，阿娘讲过，放头我来上惊户口，讲明了唔刺激，头插金花，回乡解完我的梦迷，我唔再当风风光光，带你过门。啊，那你唔叫请呀？这唔对嘞，人咧讲啊，成家立业，你就是爱想成家，唔才会当有事业。啊，话佫讲一个道道，我佫有可能会因为你的身份甲你看轻，颠倒我佫希望讲，咱两个阿妈拢爱同心，甲迄个乌土变成金，我陪伴你，到时阵我是咧上惊。也是你想要做小生意，让我这个家后来陪你。是安尼啊？讲真正，你无在意到底我是不是有做官，也无做官，会当对付你啊？你真的有什么要紧啊？阮当我嘛是好家人啊，连同吼，我准备吼做一个贤内助对付阮翁。真的啊？嗯。啊，人讲哦，老财钱母啊，根本哦，这个财钱安尼出头啊。你有吗？好哩，我就放心啊。你看呢，我应该给你加奖一个。真是的吗？我等这时阵等这久的，你当时要甲我加奖？你安尼人就知影要创啥？什么？你要创啥？第一是你要讲你要甲我加奖吗？你要送我礼物嘛？好个啦！是你有啥物贵重物件要给我，我足欢喜的。你敢说？只要你一个笑容，就给我足欢喜的呢。你看我穿个呢？我赚钱有限，我出门我尔才花50块尔，我靠，可能有到多买迄种贵重的送礼吗？阿杰，咱两个做来吃冰。一碗公鸡饺，对，我就感觉欢喜的啊。你知影我都无食冰的啊。哈，啊无你讲要加奖，要哪加奖？加奖这种物件哦，只有你知，我知，别人袂咧知。哦，安尼，要安怎？但是事实你嘛袂当知。啊，你当我骗嘛？你根本就无迄个心要人加奖。哎呦，啊，这种代志奈当我袂来啦。啊，边啊，老人来看到，安尼歹势。啊，加奖佫会歹势，有这种代志哦？对啊。啊，你要安怎？无千金小姐呢？你嘛较温柔的。你有其他的心情无？我不是拢一直讲这个性吗？你做对嘞啊！啊，无你爱动来动去是办法，对嘞。对嘞，啊，心情爱放轻松。我看到你，我就最轻松的呀。真的哦。对啊。我感觉你目睭一直搞看嘞，看到我都拍死起来。我换我面就红嘞。啊，你也面红，那有可能啊？你另外心目中你敢知呀？人拢讲吼，我就拍死讲的呐。偏也无人来啊！你无讲，我哪会知？你是我心目中最重要的人，是的呀、啊。你嘛是我心目中最重要第二的人。啊，我这第二的人娘，欸、啊，你这么什么意思啊？你跟我弟弟的娘。先不先，后不后。哈，你要吵啥？什么先不先，后不后？我跟你讲，我白做事。冷静。奇怪，我要跟你吵过门的，你情绪在波动这么大，你安尼我敢跟你吵吗？不是啊，你跟我兄弟先有你哦，我不会做这，你敢倒一个查某喜欢我，阿你来拍死。哈，啊你敢拍死就无我啊？哈，这样到底是什么人？一点武艺都无你，这啥啊？啊，我是安那来的？哦。
呢啦，那我不分青红皂白，莫动了青草，我咧乌白吃醋啦。啊，不是嘛，你著知影，我著想看中你的啊。尤其哦，你学堂的时阵，我刚认识你哦，我头一届看到你，我著就变暖你的。但是好佳哉，你愿意跟我讲话，真的啊，若无哦，我拢唔敢话你呢。那是因为你无去念我的身份啊，我唔才会讲有这个心理会当跟你做朋友。安尼你著知影，头第一个重要的就是阮阿娘。哦，当然啦，以前我生出去，我唔才有这个机会跟你熟悉。所以以后你若真正有心要嫁给我，你就爱好啊，友好阮阿娘。放心，我哩甲你阿娘，当作是阮阿娘同款的个友好。真的哦，嗯，安尼好，我听你这话，我都欢喜啊。开心了，安尼爱甲你加奖一下。好啊，安尼有两个加奖啊呢。哈，还佫两个哦。啊，你拄只个要求收侪啊？无，你拄只讲一个，即摆佫一个，安尼是两个呢。尤其爱分单，你若做一届安尼，就无好算啊。啊，加奖我爱分单哦。对啊，我不要那分单。把这个放开开，乖啊！你我都无看到啊，就是袂当无看到啊，看到都无稀奇啊咩？哦，这是压抑的地方啦，放开开哦。好啦，我听你的。你把酒来吊吊，对面就看见，但是你好看哦。无啦，我哪可能跟你好看？我就放开开，我你放开。你是欢喜哦，你控制一下你的情绪未？你在跟我怕呢，這樣我就怕你不對啊。啊，我等等你的家眷，我等很久的，因為我等很久的呢。這種事情不能趕緊，要慢慢來，不然才有精雕。啊，你就知道我這麼急性的人，好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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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林妹，你就不是這樣的人，奇怪的。在这做一种不记人的事情，哎呀，真见笑见笑啊！